哦，叶先生，今天是大喜事，我代表账房先生们，贺贺你。行一拳，奉岳飞为祖师。所谓脱枪维拳，钻、劈、横、抛。 咏春听巧，好功夫。你嘅半步崩拳都好架势啊，叶先生，过手如登山，一步一冲天，形意拳霸道，千万别轻敌。我就系想见阿高山。嗯，有点意思。 分定寸，控拳啊！我系打杂家嘅，真系几杂爆啊！杂唔好咩？打得咪得咯！人哋功家64手啊，千变万化，你哋咏春得三件套。 你串炮仗唔系好响啫喎，咁点啊？几十岁咯，拳怕少壮，你得个咩宗师啊？打到个游戏冇定头，你一定要响啊！多谢各位前辈教。